咁同埋我哋都根據咗衛生局嘅建議，加做咗一啲嘅措施嘅，包括咗佢哋會盡量有一個安全嘅距離啦，一米嘅距離啦，同埋我哋入嚟嘅時候會量度體温，所以學校亦都添置咗兩部嘅紅外線嘅探測體温機，咁就可以好順暢咁樣令到喺同學喺短時間內好順利咁樣入到考場度考試啦。